我有在拍吉他，但是我身体行为让旁边的人会觉得我很像一个智障。我叫宇宙 ，Bubble， 兴趣运动冲浪、滑板、跳舞，梦想 Bubble Shop 冲浪店一起合作。第一次唱歌是什么时候？国小嘛，参加过歌谣比赛。你宇宙，你身上刺青是怎样来的？有关原住民的东西。我是跳 breaking， 跳六七年嘛。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在走廊上那边跳啊，对，然后看到女生走过去就折腰一下什么的。就故意要折一下。对。就是阿美，会很喜欢唱歌吗？唱歌一定要的，你一定要的。我爸有时候在家开手机 app， 还没进去房间，我打开大门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我爸的声音超级大声。没关系，就是唱给他们听。阿美不是有风雨？对，一开始还蛮生疏的，但是喝喝酒、围一个圈、跳跳舞，大家都认识。到后面就是酒精已经在作祟的那种。那我想问，跳舞对唱歌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？我觉得帮助蛮大，因为跳舞其实会听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节拍，它的节拍都是蛮快的。我觉得唱歌也需要节拍，就是对同时进行的。可是我唱歌，我有在拍吉他，但是我身体行为让旁边的人会觉得我很像一个智障。好酸哦！那提到唱歌，你第一次唱歌是什么时候？国小吧，以前比较多参加那种原住民歌谣比赛，没有参加什么超级星光大道，没有，没有上电视的。对对对。大学的时候想要学习别的事物，想要先累积更多，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每一个作品可能没有到很满意，然后想要累积一些经验。我的出发点是想要宣泄一些压力，自己一个人空间，对，自己一个人空间，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啊写在歌词里面，蛮新奇的。之前就是没有录过一个完整的，因为我这次是算是第一次创作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哪样才第一次创作长这样。对，不要再骗，真的。你前面都没有写过吗？有写过，但是我都写一半，然后我就觉得就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，就没有到那个感觉啊，没有很大的自信这样。所以这首是你最完整的一首？对，算是最完整的一首。我朋友有开一间冲浪店，之前有跟他们就是有谈过，想要 Bubble Shop 跟冲浪店一起合作，到部落里面发展。你喜欢城市还是部落？我比较喜欢部落，因为我觉得部落比较没有什么压力。我在部落，其实我跟我妈妈可能会去海边吃鱼啊，捡海胆。我们可以过去吗？可以啊。有，那你是去哪？我刚刚太冷了，完全看不出来是谁。太冷了，现在是夏天，大哥。里面真的太冷。
跟我爸爸的笑声跟宇宙一模一样，我还以为是宇宙在笑，不是爸爸在笑。那你是那个种菜种东西吗？那凤梨啊。凤梨。对啊，木瓜。吃的东西几乎都是自己去抓，自己去打。现在种那个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芋头，芋头，对，我喜欢吃芋头。这个是丝瓜，丝瓜，对，生姜，生姜，生姜，这个是生姜，对呀、啊。你也不知道，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我种的。就种一些东西，想要吃什么，自己去抓就有了。爸爸要去捡海胆，他去捡海胆给我吃。那我一直吵着说要吃海胆，他们就说他们要下去抓海胆。我会在上面帮你祈祷，会有很肥美的海胆。I've been shining on the city lights, all this doubt around me, damn it, look, I got it right.Don't you try to hear me, now you live a petty life. All those nights I laid awake, I pray for better life. Now I wake up with a fatty like I said I'm right. This is a better life, you never tried, I bet it right. This is a better life, you never tried, I bet it right. You been stuck, it's where you at because you never tried. Want a better life, I had a time, I bet it right. Yeah, I just took a test and yeah, let me write. 现在要唱我自己的自编曲。帅啊，妈的嘞，就没什么好改的，那个就算不改，还是如果没有灵感的话，我要怎么样去找寻一个灵感？就看日出，冲浪。像是一场 game， 百变的考验却都没有一一去实现，生活多难受，只知道期待你要细细挑骨头，总有太多借口，太多理由，事情发生我也 I don't know， 可假如那